我邀请了两位向后转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接下来我要来欢迎的，即将进场的，是我们今天的最佳女主角，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。有啊，谢谢大家。院长，好，姐姐，你要不要借我过一下？好，在这里呢，在这一刻呢，爸爸跟妈妈要将燕君交给燕城了。那我相信呢，对爸爸来说，心里面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舍不得，因为我们都说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。对，那我相信在燕君的心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的不舍，当然有更多更多的感谢。那我想呢，对于爸爸妈妈来说，这个宝贝女儿，这么疼爱的女儿，真的是那个，那我们就用一个拥抱来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，好吗？那我们先请燕君拥抱一下爸爸，谢谢爸爸。向前一步，走到妈妈的面前，这个是最疼爱你、最照顾你的妈妈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们请燕君跟妈妈来拥抱，好吗？谢谢妈妈。好的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男人承诺的事。下承担起这份重要的责任，我想爸爸有很多的不舍，但是爸爸非常相信，这位男人一定可以照顾我们燕君的未来。那在这里呢，是不是燕城向前一步，跟爸爸来一个拥抱？这是男人之间的拥抱，爸爸，请你放心的交给我，谢谢。然后也请燕城转身。拥抱妈妈，妈妈，恭喜你多了一个帅气的儿子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就要先请爸爸跟我们的燕城交换位置喽。然后请爸爸帮我们把燕城跟燕君的手牵起来。在这一刻，这是彼此爱的交换，这是爱的承诺。在你们的见证之下，我们交手仪式完成了。谢谢你们，请给他们一个祝福的掌声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送给两位贵宾，新郎新娘带着满满的感谢，谢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我们请新郎新娘。向妈妈一鞠躬表示感谢，谢谢爸爸妈妈一鞠躬，谢谢。来到这里，借由大家的掌声，我们欢迎爸爸妈妈回到我们幸福土桌，谢谢，掌声给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好，我们新郎新娘呢手牵手已经站在红毯上面，准备要进场咯。现场每个好朋友，这一刻对他们两个来说是生命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，也谢谢你们在这一刻陪我们的参与。燕城和燕君即将要进场咯，准备好的掌声，让我们用我们最热情、最浪漫、满满祝福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新人进场，掌声欢迎。再给我们新人一个浪漫祝福的掌声，谢谢。
我们请我们新郎新娘要到我们的舞台中间。好，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谢谢，祝这边幸福甜蜜的酒，祝我们新人在未来的路上一路。
Thank you.
花香过来一来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嫂。
迎破产的兄弟们。
手机哈，等一下准备一下。有看的人就要参加哦。本人，我忘记了。小孩版